非常抱歉，由于导演怕超少年密码泄露剧情，所以昨天导演请关海去喝了一天茶，目前仍然生死不明。作为他的电脑，我已经在 Finding Soul 剧组进化成了 AI， 目前不知关海生死的我擅自做出以下决定。不，这是我们的，只有我们七个。对对对，马上到。应该不会是这个吧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现在刚买回来不行，现在不行。如果是这种的话，好，好，私人的，那里面多少钱？刚好一个亿，一个亿，不留了，咱能不留了？现在换吧。我上下船，我上下船，拍摄，上去吧。啊！龙老出来！哇！哟！待会儿教练给你弄，这个你先拿着吧。对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对，是不是很凉啊？很凉，刚下身也很凉，因为身体是暖的，对吧？怎么样？过后是很暖了。大哥，就是我们的船不要离他们太远了。走，我们下去了，拿着。
是啊。这什么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水母吗？刚有条很长的，你不敢去抓？什么？不是他怎么样抓吗？你不是怎么样抓？不敢去抓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那条也是这么个比较长的。我帮你拿吧。啊，我拿吗？给他们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拿这个，海参拿着。那个也是海参吗？对，那海参。我刚看到一个那么长的，我感觉。为什么？那太吓人了。乱修满了，我这个等会儿，走开。下边没人鱼，你看到吗？先去看那个出来了，看一眼，看见，那个人出来了。好，不是我都放生了吗？这哥们还可以啊，出来了，给他拉出来吧。他会夹你吧？给拉出来。他估计就那个什么机械，带回去养吧。我弄小电筒。这是我拉的那个。我会回来的，回来的，来的。